你好，我是嘉宁，今天的主题是湖人吞下二连败 ，AD 跟魔兽起争执。影片中所有的数据截至2021年10月23号。今天是星期六，相信多数球迷都有看比赛。实际上，今天本来是想要休息的，可是看完湖人的比赛之后，有一些想法，所以做个短片聊一下。否则下个星期直播时可能要聊非常多。湖人今天中场失败给太阳队，开季吞下二连败，而且第三节太阳队一度87-55领先湖人队32分。老实说，这样的分差有点大。虽然第四节湖人队有在追分，不过中场球队还是输球。我相信湖人球迷一定很失望，不过我自己看到了一些问题。第一点，第一场对上勇士的比赛跟今天对上太阳的比赛，教练团使用威少的方式有一点点不同。今天对战太阳的比赛中，多次看到威少切入进行分球，这样的动作在第一场比赛中比较少见。在第一场比赛，他有时候在底角等投三分球，有时候是投中距离。实际上，这两个动作都不是他最有效率的得分方式。不过，因为第一场比赛 AD 跟皇上在进攻端上表现得非常强势，所以场上变成是威少在配合双核的打法，也就是威少成为角色性球员。我必须再说一次，如果湖人交易威少的目的是希望他成为 3D 球员，那么这笔交易案我个人并不支持。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，我希望威少可以成为场上的另一颗引擎，因为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，威少从来都不是一位合格的 3D 球员，而他最大的优势是他切传的能力。更简单的说，如果 Frank Vogel 希望36岁的皇上在例行赛的时候就要开启全力战模式，那么到了球季末甚至是季后赛，皇上的体力可能就会是一个小小的问题。实际上，魔术强森曾经表示，湖人要做的就是想办法让皇上的体力可以保留至季后赛，这也是我个人支持湖人队交易来威少的原因。不过第一场比赛看起来 Frank Vogel 的调度并不是如此，可是今天这场比赛，威少在进攻端上的打法已经改变了，他做了更多切入分球的动作。可惜的是 AD 今天的投篮命中率并不理想，但我必须说，威少今天的打法才是对的，因为只有这样的打法才可以减轻皇上在进攻端上的工作。接下来要看的当然就是威少自己的投篮命中率可不可以更稳定。另外，当他切入进行传球时，其他球员的投篮命中率一旦可以维持在一定的水准，那么教练团就可以减少皇上的上场时间。上场比赛威少在场上的正负值是全队最低的，不过今天他是先发球员中最高的，所以威少的部分在今天的比赛中，我相信球迷已经看到他跟第一场比赛的不同。这个部分希望 Frank Vogel 要坚持下去，否则如果只是要他当一名 3D 球员，老实说不但有点贵，而且效率也不高。而站在湖人队的立场，当然希望威少的三分球命中率可以提高，站在场上的战术就可以更多元，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。未来就要看看威少的三分球命中率可不可以保持在3×3左右的水准。另外，在 Frank Vogel 的带领下，其实湖人全队的防守在过去两个赛季一直都是联盟的前段班，可是这两场比赛湖人至少都掉115分，而且全队的失误非常多。第一场对勇士发生17次失误，今天发生了16次失误。球迷要知道的是，这两场比赛湖人都是在主场进行的，所以失误跟防守是湖人队接下来要加强跟改善的地方。否则每一场比赛如果都掉115分以上，在目前伤兵这么多的情况下，球队会打得很辛苦。今天第四节，球队在没有放弃比赛的情况下已经放上新秀 Reeves。会有这样的调度是因为今天 Avery Bradley 跟 Cam Bazemore 两人投8中1，所以防守端的部分未来要加强，否则伤兵的问题就会显得更严重，因为这几名球员都是主要轮换名单的球员。最后就是 AD 跟魔兽两人在场边起的争执，画面上看得很清楚， Rondo 是直接走过去站在中间。至于 AD 跟魔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我目前还没有看到相关的新闻跟消息，不过我个人是希望这只是双方一时的情绪，毕竟这两人是一起拿过总冠军的队友。更直白的说，再大的压力跟风浪都一起面对过了，所以这种小争执尽可能的把话说开，这样才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。
实际上赛后魔兽接受媒体访问时也表示，两人会起争执是因为厂商的看法不同，不过现在已经结束了，因为我们都明白我们必须更积极跟保持谦虚。这场比赛湖人队虽然输球，不过整个第四节终于打得比较像想拿总冠军的球队，也就是防守比较积极，进攻也更果断。接下来就要看看这样的表现能不能保持下去。最后想要说的是，战力分析时我们就聊过湖人在开季会打得很辛苦，不过这场比赛我个人有看到威少跟第一场比赛的不同，希望 Frank Vogel 要知道威少在场上的优点跟缺点，也就是要尽快找到他的使用说明书，这样球队的磨合期才不至于会太长，进而影响到球队的战绩。以上就是我个人对于湖人开季前两场比赛的看法，虽然湖人是吞下二连败，不过想要说的还是不变，赛季很漫长，未来会如何就让咱们一起看下去吧。好，以上就是这节内容，希望今天影片你们会喜欢，今天影片就是罗江家喜欢跟放这部影片，也别忘了订阅频道给个40的鼓励，更重要的是要记得开启小铃铛，那今天就这样子咯，我是江宁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咯。